自称赞完选手以后，我这脑瓜子都嗡嗡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过山车点其实现在对于选手来说，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很难发生特别大的。哦，刚说完，阿诺跑空港丝毫不虚啊。对，他这种弹射什么问题？哎呦，这一个逆袭又上一次我没能超过你，这一次我也不会让你超过。看一下最后一个弯道，抓地还撞到了一下。最后只要不发生卡位问题就不大，级别稍微稳了一点。哦呦，没稳住。双载驾驶的是擎天雷诺，这一手就很难打。不，而且还有一个，哎，羚羊的这一波操作非常极限。哎，阿尼在内线飞的，实现了反超。看最后体验飞过去，但是复位了，手里面还有单机，还可以进一个长延续。最后只要不刷第十五个，前面甩尾进阶会不会出弹射？哎呀，这你这话说的，阿尼就不管怎么样他都能跟住，我就跟极限，我就跟。哎，但这边投票投票，但阿诺其实现在已经相当于进入到个人的一个单机状态，不过阿诺这边没有飘下来。如果要是前面有个龙卷风，自己确实是很难躲。对，但是要注意一下，哎呦，这边没有看到。所以现在的表现，就阿宁和丁洋特别自信。这样的时间一般出现在赛场上，稳定的完成比赛是没有任何。哎呦，这一个 ECU 晃出去！我说的对抗其实不是举强之间的对抗。哎呦，连续两下延时弹射 CWW 喷，未定是后面能够达成一个完美三前续，没延上。这次不跑这张图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王图变王图，断空飘出也是。哎呀，你这只能看出来，蓝牛后追日耀，只要日耀做线做得好，还是很难后追的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还是有机会后追的，稳着来，没喷，甩尾没喷，甩尾脱飘，连续的操作失误。但铁头娃相对来说比狮子状态感觉更好一点，对，但这边磕碰一下掉下来，只能走远道。金霸这边触发特性的概率其实不错，哎呦，飞过去了。阿诺现在这个在对抗过程当中所谓是如鱼得水，他跑得太自信了。啊，只要绝尘能够跟紧东方，对于晴雪来说就不亏。是，能够拿到 A， 他的这样子的细节很好，就给人的感觉的状态很猛。是，基本上起步能，起步能出来吗？凌晨一定要把自己的路线找好。磕到了，敏敏这张图是巨快，但敏敏不容易的，现在拿把好车。是，哎呦，飘过来之后掉了。东方最开始出名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呢？出弯快。哦，最早的时候，对，第一赛季啊，虽然说时隔1000多天，但是这一个优势啊，上墙了，有势是可以求稳一点跑的。哎，之前关于驾驶日耀跟这个蓝牛就跟得相当的紧。哎，这边出现了一个操作失误，只有 CW 单面情况下看小飘延续，没有耳动一下也没事。现在对于 RC 来说，怕的就是亿万人如果能够过到小玉的话，那小玉就难受了。对。晴天雷诺这不止一次，可以说每场比赛都给我们展现了对抗。上来了，圈46秒46，看一下这个在搜索赛当中是否有，哎呦，拖了一下。这主要是在我们的角度看来，宁晴这个零号无解，真无解。小玉通过这个断空飘点，哎呦，这个反向 ECU， 觉得阿斯在前面没有给到太多的机会。就算广寒又怎么样，我照样可以拿主星，我跟你拼。你迟早是要吃这一分的亏。对，准备下来之后稍微有点危险，差点是上墙了，但这边还是被挡到了。上墙又能怎样？哇，特性还是强，没事，我后半段还有机会。对，再第一圈这边氮气又没有把握好节奏。没事，我后面还有强势点。还有，对，这毕竟两圈赛道才过35秒，但这个飞跃啊要注意了。跳了，跳过来之后真掉了。在个人飞跃的选择上面应该不会出现跳水的情况吧？是的，这个很稳啊，非常稳。阿生这张图非常稳，这个距离没得追了。哎呦，这边上桥复位，这个距离飞跃即使飞下去了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啊，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还是不要出现为好。不能飞下去，不能飞下去。他还是下去了，但这边调整一下看上来的最后的飞跃会不会成为刚才的飞过来。羚羊下去了啊，两下弹延续过来，是的，又顶住压力扛了扛了一局。来看一下吧，这一把如果云海跑得够快，哎呀，神龙摆尾上墙了。现在这个距离拉开的有点大，可能做不了一个后追了。但是前面云海，前面云海甩尾脱飘了。关人其实在细节处理方面还是一直是可以的。这边小心，直接贴到墙了。
我这脑瓜子都嗡嗡的。这是谁的问题？然后再叠个 CW 来到二连段空飘的点，怎么样？人都顺利通过，都没有任何失误。但是刚刚说完碰了一下，在做后追，而且蛋仔现在其实在名次上是压制一关人的。对，一关人想要过蛋仔这一关，直接反直接就过了。对。说这边蛋前军也下来，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。偶尔 Moras 自己上墙了，那这一局有一点点走远了。这边。对于云海的操作，其实看他打这么多场比赛以来啊，不管什么样的局面，他的操作感觉都没有什么样的变化。哦，但这边出现了一个突飘，这边速度不对，再进一波调整，已经拉开了一个短直线，但是这个短直线在长城里面真的是很难追。哎，不过云海这边话音未落，自己上墙了一下，现在宁青已经不可以再出现任何失误了，又是一个快出的破飘。主要是小玉的这个两管氮气的容错，在刚才就可以很明显的防止狮子上来对我进行一个卡位，但是自己的一个脱漂，哇，感觉今天大家的空档有点稳啊。想象当中的意外都没有发生。刚说完来了一个意外，这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弯道，这个距离下逆行完全。也不是那么完全，最后两个断空点，这个是最后的转折点了，悟空也跟了上来，落地下来，绝壁好像没有给到机会，这里没有给到机会吗？要稍微多一个小对抗可能直接上墙了。这边蹭了一下小对抗，掉了一下，不一改之前的颓势啊，非常极限，但是这里稍微挡到了一下阿妮，但是逆心的卡位还是要更为强劲。又是一个单喷，连卡一下氮气落地，对，这边开始极限起来了，这别歪，歪了，但是这边明明助力了一下，但是暂时这个位置形成不了对抗，没有办法做最直接的反超。是的，而且这个地方有加速带，那官人已经拉开距离，但最后稍微脱飘了一点点，平放氮气，最后被反超了。那这又是一波卡位，卡了一波内线以后，一关人哪怕杀出重围，但是前面狮子和小玉的对抗只要顺利飞过就没有任何，狮子这边掉下去了，但是一关人也掉了，这才是我们熟悉的村端赛。没错，对，就是这股冲劲儿，就这种稳定性。谢谢袁绍。几级？感觉这一把逆心还是做足了准备的，盲图还是完了。刚说完逆心就已经把路线送歪了。德万道敏敏抓的细节太好了，所以他岂不能杀出去？甲万也顺利通过，但现在小玉处于第四名次，但这一个弹射是敏敏脱飘了。对，但是出去以后还得保证自己的很稳定。